网络上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，成功的人都是孤独的。我不怎么赞同这句话啦，可是新加坡的这棵网红树确实如此。所以今天我和我的朋友要去找这一棵非常有名，但看起来非常孤单的新加坡网红树。我们从安莫 Q 巴士站搭1388士来到了这里。Hello。我们回来啦！回来啦！Upper Seletar Reservoir。对 ，OK， 我们就去走走。Go，Let's go。感觉这里非常的宁静，还可以见到很多在垂钓的人，让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爸爸也曾带着我和我弟弟去尝试钓鱼的日子。Upper Seletar Reservoir 是一个属于清幽秀丽的蓄水池。这座蓄水池的另一边是一个高尔夫球场。新加坡约一半的水是由马来西亚柔佛州水库引入的，另一半则是从境内本土采集。Upper Seletar Reservoir 是一个自从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新加坡越来越繁盛，而为了应付这日益激增人口的食水需求，英殖民地政府新建的一个蓄水池。水波粼粼的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绿水，如果是傍晚来的话，若可以看到那金色绝伦的夕阳的完美倒影，还真是可以看到这座蓄水池拥有两个非常完美的面貌。这里还有一个长相类似火箭的一个 rocket tower， 这个 rocket tower 就是新建于1969年。那么这1969年意味着什么呢？1969年就是当 Neil Armstrong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的那一个年份。他当时说了，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。所以这个 Rocket Tower 象征着那个时候更多高科技正在发展的这个阶段，因此才产生了 GPS、 天气追踪系统、科技等技术，让我们对银河系和宇宙有了更多的认识。哇哦，从这里往下看真的是美如一幅画呀。最后我们今天的主角到了，就是这棵 Casuarina tree， 孤单的树。感觉上今天好像没有拍得出那种非常 lonely 非常孤单的那种 feel， 也许要在傍晚的时候，当天空是橙红色的时候下来拍应该会更美吧。结尾你觉得如何？今天自然吧。依依，你觉得这里美吗？好玩吗？很美，只是有点短，因为这里真的是只有一条路，一条路，这条 stretch 走完了过后就是再倒回来走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走回来了。有没有想马尔代夫 feel？ 哎呀，结尾说他去了一个什么红书看到人家说那边是小马尔代夫，结果去到是很普通的一座岛。被骗，被小红书骗去的。好啦，这次我们的小灰与小白新加坡探险记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这次的影片，记得按赞，然后为了让你也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我接下来的影片，记得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。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